画三八线，对吧？啊，对。怎么画？你说。你沿着线走吧，你沿着线走吧。反正我是不愿意割地。我也不愿意割地。凭什么这两块大地是你们的，我得走线呢？那你自己想呀。你自己想，你想一个。你想这两块地都走，不可能，我想不行。一边一半分给我。但为什么我们要把我们地分给你呢？那我为什么要走线呢？因为我们在这儿待了4天，他在这儿待了6天，这就是所有。过近了怎么办吧？靠！真他妈呀！别往我地上站！我站了怎么了？说了不行！我站了！我站了你！滚！你起来，我跟他单挑。你别动他。你起来，我跟他单挑。你是男的就跟我单挑。谁吗？怂包。怂包。你给画吧。画个鸡巴吧，就这样吧。啊，三八线没有了呗。没了，不要了。好，没了。